几万？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无辜的？他是无辜的，那我的孩子就不无辜吗？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没什么跟你说的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孩子？放开！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周如松，你知不知道你害清欢没了孩子？你说什么？清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征，我骗了你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骗了我？孩子不是周如松的，是你的。我当初是打算自己抚养的，所以跟你说他是周如松的，想让你知难而退。现在孩子已经没了，就算告诉你也没什么所谓了。周如松，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以为我可以信任你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的隐瞒。曾经我肚子里面的孩子都被白笑娇害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太可笑了，我觉得你值得信任，可是没想到你竟然跟我的仇人白笑娇有了孩子。可见你之前对我的那些甜言蜜语全部都是谎言，而你害死了甜甜，让我傅家家破人亡。你们俩